嗯，再吃一口吧。我们又败了，伯乐叔叔死了，好几个叔叔都重伤不治，大家都在说，你阿玛是个大魔鬼，杀了我们这么多人。大汗说把你给杀了，可是你这傻子。 杀了有什么用呢？早知道就不离开草原了，我们也不会死那么多人，不应该出来。 来，再吃一口吧。这饭都还没吃完呢，你们怎么就进来了？走走！听不懂我说话？你个死奴才，是不是你？不是，肯定是你！打死你！不是，打死你！